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梁。今天是11月9号，最高温度只有24度左右，天气好凉快哦。但是还是有暖暖的阳光，看肉肉吧。看看我这一盆伊女新的小老庄，你看适应良好，而且老庄就是强壮，它几乎没有掉什么叶子，现在已经出现小粉红尖尖，超美的。好，这一盆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它已经适应我的环境了。你看茎杆上还出现很多小粉嫩的小芽，看这两朵小粉红好可爱哦。如果伊女新出状态，就是整个叶片都会像这样粉嘟嘟小粉红，漂亮吧。你看这个茎杆上也是一样，好美哦。再来看看这边，哇，都变漂亮了，这种天气真好，很凉爽，又有柔和的太阳，肉肉们都长得特别好，特别亮。我的胧月还没有展现出它最美的样子，只是小小粉粉的，但是看起来健壮许多，漂亮。再来看看冬美人，我上网去查了，像这样子的长相呢，就是冬美人原来的样子，然后晒太阳它就会变成像这个叶心这样短短肥嘟嘟的。你看它已经出现有一点点粉红的小雪斑，这个山头的冬美人也是，看看它的中心粉嘟嘟，还有这个小芽也是。而今天要特别讲的是这一颗，你看看这个皱褶，这个我查了，它这个叫做石化，石头的石。而我这一颗不止石化，你看它还出茧哎，好美啊，我没有看过这种冬美人的石化锦哎，是非常稀有的特异品种哎，我赚到了呢，好漂亮啊！看连它生长出来的小 BB 也是石化锦哎，好稀有哦，好漂亮哦。网络上说会产生这种石化特别的变异，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的一些变迁啊，落差啊。那因为我给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然后又把它搬来搬去，还帮它换介质、换新盆。加上温度差，现在突然变得很凉快，它就产生变异了。好美啊，好漂亮哦，变成石化了呢。原来是不是变漂亮哦，真棒。这是非常难得的，不
布丁，我的布丁依然稳定成长中。哦，这个叶子已经开始变硬，叶子变硬了，表示它的根系开始正常的工作了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些南瓜球。这些南瓜球是仙人掌科星球属的多肉植物。你看，它每一颗上面都有不一样的纹路和特征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叫做兜，围兜兜的那个兜。你看，它这根刺好特别哦。总共买了十颗，目前看起来是不一样，但是也许会有相同的，因为不懂。可是觉得它出这种小小的，你看一寸的这个拇指盆，好可爱哦。每一颗都有一些许的不同，这些都呢，长大了会开花，会从中间这边开花。可是重点不是它开花，而是观赏它植物本身的特殊性和纹路。好漂亮哦！看，每一株都有它特殊的风格。特殊的纹路，但因为目前它的体态还没有当这十颗南瓜球换到这个大盆子里，一样加一些花泡炼石当透水层。因为兜的根比较长，所以需要这个比较稍微深一点的盆子来种。然后因为它还小，我又不想一盆一盆的，很不好浇水管理，所以先全部把它们种在这个大的盆子里。好，先帮他们十颗全部都脱盆，一倒就出来了。哇，你看根系都长得蛮好的。根系都长得超好的，
为它这个超小的，我们就直接种进去，不用脱土。十颗，把这个十个南瓜先脱盆，你看每一个它的根系都长得不错，然后直接把它种下去。因为十个萝卜十个坑，我们先把坑挖好。1 2 3 4 5 6 7 8 9 10，好，大家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8 9 10。这些小星球有着高雅端庄的外表，我买它是因为它长得很像南瓜，很特别，许多人都被它这个周正特别的外表所吸引，它有很多很多的爱好者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呢？娘，你又来捣蛋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欢迎评论、点赞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怎么啦？娘也在看小星球啊，嗯，安妮啊，安妮个鲁啊，拜拜喽。